等下，下面怎么只有两个人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三个、啊，三个，三个，哎、欸，也难说。你看，他还在附近，他有可能会想要到岩浆。只剩下他一个人而已啊！草草，不要太过分哦！草草，你给我离开远一点。You out！ 他根本就说明没看到我们之类。他一个人全身钻装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我觉得打字打太多，等一下会不会针对？有他走，他走了。下面的好像也在等时间传送，看你们啊，你们觉得要稍微骚扰他们吗？不要，我们没这个想象啊，我们很有可能在骚扰过程直接先摔死给你看。那个半条血，我觉得旁边稍微扩大一下。我在想，我要做钻石，不是，我要做铁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看你习惯用什么、啊？因为是都可以啦，我现在是有点卡卡。那个，我挖一个洞往下哦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下面有被那个挡住啊。下面是鸡眼不是吗？对，他们在鸡眼的下方，所以我们跟他完全就是生离死别、啊，绝对碰不到了。恐惊西瓜。对，因为现在已经是那个啊，16×16了。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从旁边挖过去他们那。哇，蓝队、欸！他们想要上来也上不来了吧？上不来啊，因为边界就是那个啊，基岩的最外面啊，可以挖给大家看。所以我们这边已经跟蓝队已经基本上就无敌了啊，要等到10分钟过后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下不去了。哇、哦，秋风是小闹闹。秋风上次过来就是整队在一个通道里面被灭。小闹闹，曹哥挖到岩浆还有苹果。红哥，上次在那边嘴，自己也是小闹闹，他们有三个人呢、欸，几乎都算满血的。一进去。浅蓝队跟黄队是最需要打的，所以秋风就不理他们了。对，比较不会理啊，比较不用理，我觉得啊，了不起就输给他们。浅蓝队真的要小心啊，虽然他们那队有喜天在，姚奈的前秘密，这个让那个喜天这个。拿两届冠军，这个人神共愤。有人在地表吗？是太远看不到、啊。大家，嗯，野熊什么时候死的？该同盟了。话术，话术，话术，都假的啦，都假的，暂时的啦。我们现在不敢上去啦。他们在挖什么鬼啊？让一个拿了4颗金苹果的人，都还会自己自杀的人，不行啊！你这样鬼鬼会很难过，鬼表示他这个样子都拿2届冠军的话，我一届都没拿过怎么办？可是鬼鬼第一个死，不对啊，第二个死才对。等待的时候是不会紧张的，等待的时候没什么好紧张的。盖同盟啦，伙伴们！为了鬼鬼，你这就像是跟大家说，等等开局，大家前五秒都不要动，都不要攻击。可是鬼鬼那一队已经没有望了，他们已经是最后了。他
他们最后对啊，可是你懂啊，就是许仙如果是两届，就是真的不行啊。哦，峰哥，你知道吗？雀巢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人没有人理他，就跟之前汪汪一样，没人理他，他也没有对话对象可以对话。下面在挖矿是不是？下面在挖矿、啊。峰哥，只有我跟他，我就弃械好不好？我们同盟啊，把那个浅蓝给解决啊！我们可以钓鱼、欸，你们有要钓吗？我没有钓竿，我有钓竿、啊欸。其实啊，我们刚刚真应该多钓鱼的、欸。我扔一个出来了，我再多做一点。好那个啊、哦。啊，我们应该在把那个钻石用尽之前，想办法钓出皮革。对啊，因为之前有一届啊，有一届就是有人钓，然后真的是人神共愤，所以他们被集火，所以我才很不喜欢钓鱼。你说我吗？就是你们啊。是那一届不是没有那个你们都没有功的那一届、啊，我们还在钓鱼。哎，也就只有那一届啊！我跟小恩在那边钓鱼啊。对啊，就是你们那个人神共愤啊！说不定我们可以钓出那个、啊、附魔书，有没有？啊，现在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增强战力的方法。啊，好卡，好卡，好卡，怎么那么卡？快点打架，要打不到，人家下面打不到，上面不知道在哪里。啊、再过五分钟，看一个钓鱼。这水池太小啊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收。没有啊，如果有东西要在那个。哎呀，我们如果早点钓，说不定真的可以钓到皮革。可是现在钓到也没用了，坐不住钻那个蓝附魔台。对啊，钻石用光，也没有黑曜石。我甚至都觉得，我们刚刚其实如果有。大量的那个岩浆的地方，我们挖一堆黑曜石走。哎、欸，我的有了有了，哦，是你有鱼被你捡走了。你赶快烧一只，得到成就嘲讽他们、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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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，真的不要烧，太嘲讽了，会死会死。我来找鲤鱼王。哎、欸、呦呦，青队，你看他们说有皮革或书吗？代表他们没有附魔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红队也没有附魔，各凭实力咯。嗯，那、啊、我决定嘲讽一下。不要不要，那集不要。这好那个哦，等一下对决的时候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就死了。我现在那集不要嘲讽，我要把东西都打掉，不要做，不要做。你的那个应该是双向的，所以其实你读不要嘲讽，对方也看不太到你。嗯，我们来比啊，看谁钓的鱼比较多啊？我钓了一只了。我连怎么钓都不知道啊！那你就输吧你。行，我用抢的。说不定我钓了一把附魔弓啊，有几只箭矢也可以用啊。对啊。啊！钓钓钓钓钓！看，还好我上次有借这个建议，发光后只要撑十分钟就好了。我怀疑有人在搞突袭。会啊，有声音。因为我隔壁很热闹，你知道吗？上面可能在打起来，你抬头连一个发光都看不到，就不用担心了。哎、你们掉到什么？鞋子。哇！鞋子，皮革鞋子哎、欸那个，这个怎么长得那么像鱼啊？然后我刚刚有钓到一个鱼被你吸走了。哦，原来是吸到我身上了。哎，那皮革鞋子是被你吸走了、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那种啊。你也不在我身上啊、欸！我离你这么远，应该不可能是我的吧？说明是没捡到、啊。没有捡到啊，在水里面呢、啊。啊，在水里，真的钓到暴鱼啊！希望有啊。就烂皮革靴，耐久度只剩下三。来，我家就是个驿站，来转一下。
哎、欸，那个吃金苹果，吃金苹果，先吃了，吃了，直接吃，直接吃啊？对，直接吃，没关系。等一下战斗喽，要赌就赌，没关系。青蓝队现在超卡的、啊。嗯，那你等一下可以把自己赌起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干嘛的？绿队。哦，四秒。哦、oh. ，加油。哎、欸，没烧到他们，没烧到他们。Good. 有一个哪里打他，打他！我超级卡，这个画面怎么都是水啊？后面陈晨哦，陈晨在偷打我们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死了？我画面超级卡的啦，相信将近看台都知道我画面超级卡，啊不行！我把自己堵起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靠！繁星偷打，繁星在我后面，难怪我血控那么快。哦，被人灌岩浆了。哇！果然要被清队啦！我就说要先打清队哦。他们有蓝队，蓝队还有希望，蓝队还有希望。钻石装啊！对啊，而且可以看到真的是都没有附魔，好可惜哦！我一开他们还用铁门，我一开始没有烧到他们，我走太浅了，我放岩浆没烧到。所以这里有时间限制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里哪需要时间限制这么挤了？这边就最后啦、啊。对啊，现在我们只能靠蓝队了。哎、欸，我超级卡哎、欸！我把大家拉上去了。我赌是赌了啦，但是。你准备剪尾刀啊？哦，草根还在啊，没有人理。繁星，我真的被繁星给杀了。导致冰啊！繁星冲过去打了，繁星去打了。我就说直接打青队哦。繁星居然打不到他，你看呐、啊，喜天要获胜了。准备去啊！草根上，草草打，草草发呆。你们死去。曹操！曹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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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围了，被围了！八旗啊！我就说嘛！同盟崩裂啦！同盟崩裂啊！崩裂！哎，人神共愤啊！你应该突然跑去蓝队的，曹哥。就打蓝哦，在一边，突然跟蓝队一队的、啊，你要死了哦！这个同盟最糟啊！我就说打蓝队，你们为什么不去打？别过来！太走了啦！太走了，背叛同盟啊！同盟啊！同盟啊！打蓝队为什么要互打？几天二连霸了！耶、yeah ！我两个冠军了，开心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互打了吗？身为上一届队友，先恭喜你卫冕啦！恭喜恭喜！你感谢有帮助有。哎、欸、哎，皮弟，我一开始跟你 give me five， 没想到你还可以赢呢、啊。感谢第一，不是恭喜。我跟你讲，一开始巧克力没有把我杀死，就是他的错误，好吧？他的错误了。啊！早知道就跟你拼到底啊！巧克力，这要怪你。巧克力为什么？你手上有武器啊！我不想跟你换啊。三个月。说的有啊，这来讲啊。哎，这我们那天才啊，最早派的。对不起，真的超爽的，而且他们居然对铁门哎，铁门流水怎么那么多铁啊？感觉我们都在背后啊，我们是缺铁吧？然后当特第一名的铁门真的超爽，那个让他们那个一队队讲好不好？一队队派代表，先黄队好了，先黄队，黄队，阿基，阿基，嘿，我们这队靠。就我们这队其实真的是就是一开始很累个啦、啊、可是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想办法去累个吧，每个人都很累个，大家都累，超级累，我现在没有基础，就我们一开始那个资源真的很少，我们到60分之后才有整套装这个铁装哎，
法师，哎、欸，不是法，哎、欸，对，法师，他那一开始都什么装备都没有，我们是在边跑的时候边收集铁，收集到铁装，超太久了吧？啊，对，还好完全缺铁。路上我们拿到了两根线，然后就做了一个钓竿。就因为那个钓竿，就是钓竿，就是那个钓竿。超人猎狐等下跟哈基算账，我们昨天正中间跟那个姚他们两队在那边互相吊，他们没有吊，超讨厌，太讨厌了，真的就因为那个吊杆，哎，真的吊杆差太多了啦，太讨厌了，太讨厌了，不行不行，拒绝拒绝，禁用品禁用品，违禁品，被小拉打，屌啊！我们也是一开始在那边吊啊。对啊，就是后面就是我们就是空拳嘛，就上面盖一个八七啊，然后还做那个连闪在那玩啊。你嫌自己不够那个？为什么不打？你为什么不打？血太少，他们血太少。不打。他们血太少。为什么没人？你们为什么在上面不打？有啊，我们会打，有打有打。我们其实遇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用钓竿勾着他们，就是不放，然后他们又不敢过来，我们就是一直勾着这样子。